握个筋儿，我给你握个筋儿吧，小伙子。打个剑圣啊，听说剑圣现在很拽呀、啊、注意啊，剑圣的前期堪比一头疯了的牛啊，尽量别跟他打，到三级左右了再打。如果他没有抓住前期这个时间点，那么不好意思，剑圣的强势期没了。剑圣的前二级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敌，除了武器大师能跟他支吧支吧，我觉得没啥人能跟他支吧了。但是这个人他选择不跟我拼，这很明显，这人是个打野，不会玩上路剑圣。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只要我猥琐，这把等着收割就能赢，那赢不了啊，那赢不了。先扣一下。嗯，上路兵线先不吃了吧，我去看看这个野区银马打到哪了。银马红打完了，看一下石头人啊，石头人没打，可以啊。那说明啥？那说明他应该不在上半段，我感觉他应该是红开，或者现在他在河西啊，他红开去的下路。先吃个小兵，四级可以跟他干了。他只要敢抠我们，他就死。他如果不抠我们，他就一个兵也别想吃。两个选择，要么你不吃兵，要么你上来跟我等。他还带着点盐，我们直接回家，就给他两个选择，一要么跟我打，二要么别吃兵，一共就给两个选择，看他选哪个。来个皮孩吧，这钱属实有点尴尬呀，这逆徒。那杀师傅的事儿还少了吗？真是的。多少度了现在？问你们个问题。本来我们家是26度，昨天晚上让我开了一晚上窗户，变成16度，现在缓不过来了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这度数上不去了？缓不回来了。晚上就能缓过来，不用着急，好吧。现在不就是晚上了吗？3点了。
个剑圣的人从此以后就消失了呗。我去右边插个眼来，别让我看见你在草丛里边吃冰啊，小伙子，别让我看见你在草丛里边吃经验。上边他交闪了是不是？有人知道不？他交没交闪？怎么没交？净放屁！我都看见他交闪了，怎么没交闪？净扯淡！我都看见他交闪了，还在那没交没交的呢。我满城征服者，你跟谁打的，兄弟啊？你不开玩喜呢吗？我这满城被动加征服者92点护甲加140多攻击力，你还跑上来5级的人马跟我打？就在那扒瞎，一天天我那眼瞅着跟那教呢的，还跟我说没教。那你还问？那我就是想问，就想测试测试你们的诚实。都不是很诚实啊，我这一看都不太诚实。大家有大气或者办卡啥的可以送点啊，我们差两个福星挑战任务，两个送礼的人数，福星挑战差两个送礼的人数。啊，你们是想考验我的记忆力，行啊，就会都会举一反三了，可以啊。你是真是一个刀也不补啊，行吧。嗯，行吧。等着塔下死吧。嗯，这双 buff 给谁的这？这怎么还有送 buff 的呢？这是真是莫名其妙啊！世界真是太美妙了。谢谢泡泡茶壶。这人马一看就是上边不服，你知道吧？觉得上边被侮辱了，这边得找回点场子，但很可惜，场子没找回来，人死了。等一下红 buff 消失啊，我知道他得念咒，让他念来下波死。你即使闪现回塔也没有用，兄弟。可以说上路已经是完事了。我们不猜啊，我们不猜，找到剑圣的位置，看他要上哪去，看看这小子到底回不回他，就在这等着他。哎，
看见这防御塔没？我故意给他留个200滴血，他只要敢回塔，他死。所以他现在就没办法回这个塔，他不回他就一直丢兵。看看他怎么办。好，他去中了，去中了，啥也没捞着，大还丢了。一会儿上来他又死。我看你二塔，你守不守啊？好。剑圣还死了，还有个助攻呢。其实这波可以小尝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杀。我是没想到这光辉女郎能800块钱，我都没想到这人能800块钱。我给他杀完以后，我人儿我惊呆了，我愣了，我是怎么给我这么多钱？不应该是我给他钱吗？我惊呆了。先来个九头蛇，亏了50块，他一个辅助，我们跟他换这无所谓的吗？走，去一趟下路。这小黄毛800，我们也得给他拿来呀。这下路等我，等我啊，等我，等我。先把这红挡了。我不能从这边走，这边可能有眼儿。这卡特什么意思？挺搞笑啊，这。这不行，这800得给他拿走。下路塔皮快吃，30秒吃他40%。下路俩辅助，塞纳 AD 呀、啊，有一点，啊，差了一层，回家，我们无敌了。小黄毛，哪样走？怎么走？该去找找新朋友了。这把 AD 也挺多的，来个死亡之舞吧。两个辅助，辅助上单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剑圣身上的蓝应该是我们家的。这干啥去了？这你去有啥用啊？这肯定是我们家的蓝，这100%。这是要跟我吃肉了，这是。好，蓝 buff 有了，这波一定得 W 出来，如果不 W 出来，这剑圣指定送塔。这波我们就不去中了，我直接推上吧。这波我感觉他们也不敢追，
瞅啥呢？这是能允许你瞅的地方吗，兄弟？我一看呢，这卡特是要来了。卡特琳娜是真是不怕死啊，来咳血战斧呀，没咳出来，吸血来走呗。几个人人马来了，哎呀，这咳血战斧实在是有点膈应人，我跟你们说他这个范围太小了，他这范围再大一点就好了，这范围搞这么小，这咳都咳不出来。我那抠能抠着人，他战斧咳不着人。他没有以前提亚马特那个范围大，我跟你们说，他比那提亚马特范围小。你看的啊，他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是放个扣，你看我 A 这么远啊，然后你再看我这个呀，它比咳血战斧远一点。哎，咳血战斧比我们的平 A 远一点吗？不可能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的扣比咳血战斧远。好痛啊！哎呀，好准！兄弟，我是实在是忍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实在是有点欺负人了，确实是有点欺负人了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红 buff 哪里来的？完了，我们这一死啊，这队友都是废了，废废的了。你穿墙啊！等个蟹手啊，现在不是那么很肉，但是薛微是有点脆。跟我走，你别老自己走，你说我都看不见这人，你跟我走是不是刚才就不会死？你怎么不上身呢？你老不知道人上哪去了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哟我操，你可是真牛逼，我发现了，你给我死还烧，打角龙，人马呢？我就想知道那小猫上哪去了。把龙拿了吧，杀了这么多人啊，对面卡特还能把俺们家中路给推了，不知道怎么推的，很奇怪。你出个矿刀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挖矿啊？
下件装备，搞点魔抗。护甲感觉不太需要了，需要点魔抗。哎，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少人呢？少谁呢？我这波一打五，你们没意见吧？等拉克斯把 Q 放了，我发现你们意见可挺大呀，这，嗯，你们的意见可是有点大了啊，这波的意见，意见这么大吗？这，和血战斧，意见还挺大，我希望你们的意见不要这么大。买雷姆一只 ，Iris， 赶紧给塔推了。这个游戏只要把塔推掉就好打。快走吧，差不多了。我保着你，别害怕，他们敢出来就干，你给我勾引一波就完事儿了呗。这人马怎么的呀？你是前排了不起啊？剑圣为什么砍小兵？嗯，跟我打可血战斧。你看这可血战斧，操了可血战斧，简直了，真的，这可血战斧太不像话了。可血战斧，加血，加血，好。那可血战斧的距离太近了。我以前干嘛的你不知道吗？马，马还敢来？马，和血战斧，把塔点了。无人生还，拿下！但是这猴好像还是没有。